永生无限上智商，解！你杀人凶手？我唔系啊！我见到条干尸啊！你听我解释啦。 你醒啦，你冇事啊嘛？我见到啲嘢，你见到咩啊？我见到细个嘅我同你零零碎碎。嗱，你唔好谂咁多，休息下先。唔系，系记忆，系记忆。小明睇住，我斟杯水俾你。我见到只鬼嘅记忆。 原来佢系不停上身，由以前上你阿爸身开始，到每次佢上身害人，我都睇到晒，我全部都睇到晒。冇可能，碟仙鬼已经俾我收咗。冇错，碟仙鬼你都见过，系细路女嚟噶嘛？系啊，我喺记忆里面见到当年嘅你身后面。 系有个细路女，而最重要嘅，我喺黑空间见到嗰只鬼，唔系细路女嚟，即系上我老豆身嗰只鬼，唔系细路女，而系黑空间你见到嗰只鬼，原来18年前发生嘅事，根本就唔关碟仙鬼事。 喂，妈妈，爸爸点啊？过咗危险期，但系个脑受到撞击，又积血，唔知几时先醒得翻。点解会咁噶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我都唔知啊，净系知道个马路仔俾车撞到。 不过警察话有啲人见到佢喺个马路度乱咁走，唔知想走去边咁咯。咁医生有冇话佢几时会醒得翻啊？冇啊。
乜嘢都冇讲啊！妈妈，冇事，全部冇事。我也有事啊，你快啲醒啦！ 生无下，天乐，你快啲好翻，阿爸等紧你。 咁早啊你？喂，平时咪 lunch 主次开嘅咩？唉，有个客好烦啊，睇楼王啊，游客咪好咯，仲信，顾唔到下一代啊。咁辛苦得翻嚟嘅有，我情愿冇。好喎，呢个谂得好喎。好咧，好容易俾人打啊你。哇，我寻日真系争啲。唉，我唔同你讲，我走啦。唔系啊，你估下我寻日叫咗边个啊？ 我唔想知啊，我已经浪费咗1分钟同你讲嘢啦，系咁啦。去边啫？去死啦！喂，常威地产阿 Jo 有咩帮到你？
小明啊，买咗早餐俾你，食啲嘢先。我知你冇胃口，但系点都要食啲嘢。仲未食。 成晚都冇醒过，佢会唔会以后都醒唔翻噶？点会咧？医生都冇咁讲。医生都冇话佢会醒啊。总之你就唔好乱谂嘢。细伯平时咁三晚，佢冇事噶。 鬼叫佢咩？咁冇礼貌，入到人屋企啊，周围咁走啊！我只不过想帮你吸佢少少阳气啫，我冇谂住害佢噶。所以咧，教育要好紧要嘅。我睇佢啊，都冇乜点读过书。如果佢当时冷静啲，肯听我解释下嘅，咁啊唔使俾车撞到啦。 所以不嬲，阿爸同你两只嘢讲，读书系好重要嘅，你唔知啊？好翻之后咧，从头嚟过，将勤补拙，慢慢读翻上去，考翻个硕士、博士翻嚟威俾人睇。天乐，如果你好翻咧，阿爸点都得。 我要你同细佬一家三口齐齐整整。嚟啦，食啲嘢啦。如果唔系，真系冇力噶啦。妈妈啲会过嚟啊！如果你有嘢做嘅话，你就先啦。 冇喎，我所有啲时间都留晒俾你噶。我喂你，我自己得啦。唔使啦，你攰啊。啊，大胆啲。唉，即系初生婴儿都肥过你啊。好渣系嘛？
上條撞車片咧，我見到昌哥啊。一則交通消息，北角發生交通意外，一個途人昏迷送院。在意外之後，私家車打橫停咗喺路面，司機通過酒精測試，佢堅稱係途人衝出馬路釀成車禍。受傷嘅男途人被送往醫院治理，現時仍然昏迷。停叔，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